最新消息来看到高雄凤山区一间制作茶包中药包的工厂，在今天上午十一点多传出了惊悚的公安意外，而警消获报抵达，赶紧进行救援。原来稍早前，厂内一名40岁女员工在进行碾碎作业时，右手不慎被卷入机器内，食指的第一指节也当场被夹断，血流如注。而警消到场，除了协助拆解机器、协助脱困，并连同断指紧急送医，幸好伤者意识清楚，而至于详细的意外原因，仍有待调查理清。